杨采钰、陈金飞12月18日电视剧《大江大河二》公布女主梁思申人选为出演不芳华的女演员杨采钰。随后知名博主爆料，杨采钰已经和刘亦菲干爹陈金飞领证结婚，并直言杨采钰娘家比陈金飞家更有钱。据悉2015年陈金飞与芳华女主角杨采钰电梯热吻恋情曝光。2017年7月杨采钰在微博承认恋情，当时还借用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经典台词，一旁看爱是无法阻挡的。两人相差30岁的恋情还引起不小轰动和争议。杨采钰还在评论区怒怼网友，从恋爱开始我就从未觉得就和其他感情有任何不同。